为着要让囡仔会晓珍惜食物、爱护土地甲环境，鹿港镇农会、树建会协同台湾爱家属环保协会，来到草港国小举办食农教育，借由 DIY 制作环保家属，让小朋友知影厝内底外地的果皮、蔬菜，只要经过简单处理，就会当变成有清洁效果的环保家属。将厝内厨房无要爱水果皮、菜叶啊收集起来，透过简单的步骤，得当变身成为清洁家属。制作环保酵素的理想比例是1:10，1:3:10，十是水，三是那个蔬果皮，不是只有苹果、蔬菜、水果、蔬果皮。那一呢？黑糖。鹿港镇农会、树根会为了推动日生活教育，结合爱校环保协会增进校园，进行 DIY 制作环保家属课程和活动活动。环保酵素的材料取得非常的便利，是利用一些果菜残渣，加入一些黑糖水，去制作而成的。我们希望能透过实作的课程，让孩子在做中学中学到珍惜资源的一个观念，重新建立孩子友善校园环境的一个责任。我今天学到了做果皮酵素的方法，它可以洗碗，又可以拖地，又可以做清洁用品，真的很神奇。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拿给我妈妈用，它可以拿来洗碗、拖地，做清洁工作，很有趣。就由这座家属的课程，会当让学童在学习当中实际体验，利用生活当中随手会当得到的资源，废物再利用，唔来当达到垃圾减量，也加深学童自细汉环保爱地球的观念。中华新闻罗富林、詹米彩、罗刚彩虹报道。